消息，台湾戒严酒厂试炼成功了。对岸辽宁省的调用酒厂竟然做出金门高粱，金门官员提出大陆新闻质疑，金酒公司将高粱酒的独家秘方传到大陆去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跑到大陆去，到辽宁去，啊，没有经过议会同意，也没有经过啊这个人民的同意，金门人民的同意，你把这核心技术拿到那边去跟人家这个共同研发，自己还洋洋得意，或是到底有没有跟对方去签订所谓的合作意向书？如果有签订的话，我觉得这知识体大，我觉得这绝对不可原谅。金门高粱唔那真出名，国家是金门县政府七成以上的税收来源。关于员工去年十二月，金门县政府秘书带着金酒公司的技术部门，走去大陆辽宁省的铁岭市实验来做高粱酒。金门高粱的独家配方就可能安尼送给别人。我们带去的曲砖啊，或者是我们一些制作的比较属于技术性的，不会让他们做，他们也做不来，没办法当场学了马上做，不可能。郑重的澄清是没有。那至少在我们技术部门副总以下，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协议，甚至签订任何的那个合作意向书的。行政院出调查处啊，就把这一次的合约啊公开透明，把它还原真相。这个事后签的协议书啊，合约都签了，还签什么协议书啊？金酒公司表示，去辽宁做高粱酒，虽然是当地免费提供酿酒用的原物料，也不过总共嘛做出六十公升高粱酒尔尔。因为酿酒甲做酒母是核心技术，金门的环境真特别，做酒母的方式根本无法度模仿。不过金酒公司竟然将县府的金鸡母搬去大陆做试验，想法实在是无妥当。一定是新闻综合报道。